美国大日食，太阳能产量将暴减。眼看日食快要到来，虽然许多民众都感到相当兴奋，但这个天文现象也会导致太阳能产量大幅减少。美国大日食可能会让太阳能产量损失大约700万户家庭用电。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，在全美的太阳能产量中，加州就贡献了40%。日食发生时，也就是加州当地时间的9:02到11:54，其太阳能产量将会大减70%。为了填补这段时间的能源短缺，仰赖太阳能的输电网可能会转向天然气和水力发电厂求助。日食将于2017年8月21日在美国发生。